告诉我现在在哪里吗？在封冰的百合工作室。哦，我现在位置在封冰的百合工作室哦。大姐，请问你刚做的是这个吗？对。这是什么呢？它是零钱包。零钱包。嗯。那是这个吗？对。很漂亮哎，那请问这个图案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大部分的图案都是我儿子画的。都是你儿子画的。对。哦。那除了这些，还有这是名片夹喽。对。那是名片夹，然后这个是钥匙包。哦。哎，抽拉式的钥匙包。抽拉式，所以我们的钥匙就是挂在这个地方。OK， 好。好，大姐，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些都是喽。对。那这是半成品喽。它是。已经割画好了，还没开始雕刻的。嗯，那这么大的可以做成什么样的成品啊？可以做成拉链包，这个就是拉链包。这就是拉链包。它夹层很多哦。哇，很实用。那我刚刚有看到这是长夹吗？这是短夹，就是这一块皮片。所以这是做成像这样的拉链包，拉链包，对，然后这个像这个就是做成像这样的短夹的部分，对，哇，都好特别哦。那请问大姐，如果像我们来封冰玩，也可以来做这个吗？短夹的话就比较不适合啦。你如果说要做 DIY 的话，时间长一点可以做这种的。这是零钱包，零钱包，还有拉链那个钥匙包，或者是名片夹，这都可以做 DIY，然后也可以做那个手机吊饰或者是钥匙圈。哇，还有手机吊饰哦。对，它这个的话就是 DIY 比较容易上手的，那初学者的话，那请问一下，做这个吊饰的时间差不多要花多久啊？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。如果说人多的话，可能就要花一两个小时。那大姐，请问一下，如果我们也要来做来封冰做这个皮雕的话，那我们要跟谁联络呢？直接联络我就好了。直接联络你。对呀、那你要不要提供你的联络方式，或是联络电话，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知道，让他知道怎么打电话过来跟你联系。我有 FB， 然后也有粉丝专页的啊，我是用本名，我电话号码是09266515050。好，那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也想来公布。